威士来发新年礼物了，保证让你们偷懒百发百中。心里也没给您提建议，别担心，光头，这是你的礼物，谢谢给你，谢谢。好装备是增强战力的第一步，谢谢。不对，这是结婚呗。哎，每次的私房钱只能买双 A 锥呀。 颜姐，这是你的。哎，这是什么鬼呀？多吃水果，营养更少，才有体力打球啊。这怎么偷来呀？哈哈哈哈！这些笨蛋，这是不得。等等，小米，你的礼物可是我千挑万选，穷光了所有私房钱买到的，快拆开！小米棒，绑上篮球，冲上云霄。 帮你们偷懒！师傅，这是不能放烟花的。这一个人过年太冷清了，想和你们一起热闹热闹。算了，回家吧。师傅，等等，我再去找，我们可以去指定的放烟花店。好徒弟，我们一起放。